簽多謝啊。Hi。Hi。想要簽名？嘘，跟我過嚟。哎 ，Alex， 你不是说一个人吗？怎么还有女朋友？没有没有，朋友而已。啊，你好，我叫陈康。我叫李安。啊，李安说他想要你的签名。你的朋友想要我的签名？怎么行啊？啊，这个。啊，还有这个。喂，他们还在这啊。喂，不说了， fans 来了，先走了，到酒店找我啊，打电话给我。好。喂，你等我啊，我等了很久了。什么帮你？喂，给你了。哎，快点来这边。要你今日好靓，我哋行啊呢边。你睇下，哇！香港唔放得煙花嘅喎、啊。唔點都點咗咯。嚟啊！靚唔靚啊？如果以後都係咁靚就好啦。做咩无端端上嚟嘅？你今日得唔得闲？我台湾朋友嗰队 band 咧，我买咗两张飞。机场啊，唔该。唔系，去机场博览馆。唔，啱噶啦，机场丽景大堂啊，唔该。吓，唔系买咗飞听演唱会咩？惊喜啊嘛，放心啦，我安排好晒嘅。阿姨，请问你有订房吗？应该有吧。爸，来啉茶啦！
不见了。不见了。今天是我的好朋友跟他的女朋友相识一周年，我们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Sorry。我真的准备了很久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是认真的，不过不要紧，不过戒指你一定要补给我的。那你真的答应了？这里这么漂亮，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。Thank you.